out of ways. Here we'll play down the right way. Different enough too late. Back up, back up, back up. Put him on back up. Hey, who's here? We'll play, huh? Let's go, hit it off. This sounds a giant guitar. Nobody can stop it. Hip hop, the pajamas, goodbye. It doesn't matter. The car doesn't matter. You love getting to your pen out of pen out of pick and find out a guide out of one.
也快忘了真实，老公。
수지. 来吧，我们来我们的仪式吧，就是，如果您喜欢我的音乐，或者是你也可以像我一样，那么这件事情。 Yeah.
唱上一首的时候，听到有人叫我把衣服脱掉，对不对？其实啊，关于这个问题啊，我上场前跟团队沟通过，然后呢，他们的意思是让我多穿几首歌再脱，因为这个衣服很帅。然后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我觉得前面那几首歌应该素材够了，啊，该上的地方应该上够了，对吧？所以，我有可能在接下来这首歌的时候，就打算把这衣服脱掉，因为确实有点沉。然后，这首歌这一次呢，我唱，你们听。让我唱首 melody， 没有太多的问题，让你呀和我在一起。让我从你靠拥，就让我有点迷人，却又逞强好动，有一种在处想要不准联系，想做漫不经心的我，一切都照旧。如果我是达芬奇，你就是蒙娜丽莎。你 Fab Star 的微笑把我素容想法，和我承认想法有一点不像话。你说你要的彩虹色来帮我洗刷，到底应该要怎样才能靠近？上带你去 shopping， 在光下我抓紧了你。准备好了吗？
OK， 然后接下来这一次我想跟准备了一些跟大家唠嗑的时间，想要跟你们聊一聊，因为对，就是很久没有见到你们，然后我听说昨天晚上我很晚才到北京，然后落地的时候已经大概12点多，然后赶来这里，所以没办法彩排，然后今天早上来这里才开始彩，然后我听说有很多夜排来的，然后我在很辛苦很辛苦，然后都能看到都能看到，希望你们，希望我可以带给你们力量，好吗？然后今天这个妆也很有意思，然后我觉得可以说一下，它其实是两面，就是一面是少年，一面是恶魔，希望给你们一些不一样的感觉，希望你们喜欢。然后这也是怎么说呢，我跟这个音乐节其实已经很久都没有有这样的机会跟大家聊天了，对吧？对，是，确实，所以这次真的就很开心，然后看到你们，对，也很亲切。我刚好在北京当地的人举手，我看一下，就是在当地过来看音乐节的。哦，这么多。哎，我想问一下，后面那些亮灯的是什么东西啊？后面那些亮灯的，我的爱，是什么东西啊？什么？应援棒。什么东西？应援棒。应援棒。什么包？应援棒。应援棒。不是，我不是说应援棒，我是说后面，后面那些在发光的那些棚子里面是什么？是吃的吗？不是，你们看音乐节有东西吃吗？没有。没有啊。捡我们吃。你们下次来看我的时候带一些吃的，好不好？啊，带了都吃光了，是不是？他比较晚出来，是不是？其实我今天在后面已经等了很久，因为当时天还在亮，我心想说，因为我这个舞台其实准备了一些，就是这个舞美啊、灯光啊，然后还有这样的设计，所以我觉得在晚上的时候可能效果会比较好，所以我就跟那个工作人员说，我说我们稍微晚一点开场，等这个天色再暗一点的时候，然后我再出来，我觉得这个感觉会比较好，所以就是这个舞台效果啊，就会呈现给大家最好的那一面，希望大家喜欢。OK， 然后话不多说，然后我们就准备开始唱下面的歌。然后唱下一首歌之前，请允许我再把这个衣服穿上。不行吗？这个衣服真的巨沉。我还是穿一下吧，因为我感觉接下来这个歌好像不要穿。好像要穿上唱更有更对一点。一会儿再脱，我看自己，都脱掉，你被脱了，快脱！回那个工作人员，都穿，好累。我看自己，父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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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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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啊，可以。腹肌啊！干嘛这么多？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要看回去偷偷给你们看。当着这么多人怎么看？其实今天晚上。等一下，就是我会有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我今天演完出演要下台之后，我就直接会开直播，然后就是我就会直接下台，然后直接开直播，然后想让你看一下结束的演唱会之后，不是结束的演出之后，我的工作日常是什么样的。OK， 所以观众们，我们回到我们的音乐世界，准备好了吗？我希望你们拿出你们最野的状态，然后跟我们一起蹦起来 ，Let's go。
再一次杀出了重围，这里的少年人对手不愧，双心的目光没钻石珍贵， AKA 再也不想用最大分配，他的招式真的飞，我 rapper 用不了弄的命，但老子是真的超级拍手给我做的最 king。 Oh， 你表情怎么那么严肃，都抱着为了日后砸死我的梦里啊。无论在何时都能占据你的双眼，在关键时刻随时准备爆发笑一场。去看很多人将你所看到的绚烂的星星带来笑也笑了心里，哎，快点说是真的太过折磨，哎，唱一个歌我也说一大波，哎，记住我的歌听唱两句我才不快就听着吗，好香啊！
我感觉是那种烤豆腐的味道，我想吃了一下，给我整点呗。OK， 现在这首歌呢，就是我上一张专辑《Deadline》里面的主题曲，它的名字叫做《死线》。这首歌呢，每次音乐节我基本上都会唱，因为我觉得它对我的意义不一样。希望听完这首歌，你们每一天都能够活力满满，充满能量，去面对所有的困难，好吗？他是这么唱的，是当每个故作坚强就只剩下了疲惫，没有任何期待，道理都重新的到来，我没那么好的天才，只剩下无尽的等待。一起吧。Thank you.
最后一首歌，不能送给大家。最后一首歌，老公，老公。然后，你们回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好的，然后我们开直播。然后，很开心跟你们一起度过这样一个夜晚。写封信，亲爱的网友，你是否想分离？摊开手才见了，音乐将我代替，陪伴你的左右，感受你的感受。计算的时间即将快到零，该如何道别？不显得刻意，让更多的人记得我曾来过。如果不得不说再见，让此刻成为永远。让人